操作一秒就上手，好吃的水果冰淇淋。市售的双麒麟有满满的奶油，高热量，糖分跟脂肪的含量也非常高。今天就和大家在家里手做 DIY 好吃又健康的水果冰淇淋，璀璨之星法国设计的水果冰淇淋机，它有好几种颜色，我选了我最爱的粉色系，很适合家里有妈妈跟小朋友一起在家 DIY， 操作一秒就上手 ，so easy。杨桃先冰在冷冻，操作之前10到15分钟，先拿出来退冰，把水果一块一块放进这里面，挤压棒挤出来，就可以做出好吃的水果冰淇淋。打开旁边的开关，水果冰淇淋就会从这个洞跑出来喽。水果冰淇淋就做好咯，非常疗愈。我自己还有买圣诞冰淇淋杯，可以自己加点心，不用跑完美咖啡厅，自己在家也可以打卡。超美的圣诞冰淇淋杯都在璀璨之星的官网，大家快点去逛逛吧。